这盘棋讲解是2023年的智英会个人赛第九轮，破先锋马，红方是孟辰，黑方是王阳。开局是先安之路对兵局，跳马之后对方跳马，红方架中炮，黑方这边走的是平锋马阵型。接下来红方呀把车拿出来，黑方又炮过河，红方这边走巡河车，黑方先吃一个，红方把象扔起来，黑方出车。红方常见的招法就是把车亮出来，那么走车九进一啊，这儿的话黑方选择招法是炮分开，他们又走过河车，可能是担心车九平六啊，你压马他看住了，想推炮打你啊，所以这个棋啊，红方在骗黑方，黑方呢也是稳扎稳打，给你换掉，到这儿他也骗你啊，你过来吃人家上马了，你想吃双吃不到，推炮看住，吃炮的话他上马又看住了。所以这个棋红方啊调车过来就等于扑个空，临场的话他只好先避其锋马，意思要上这个马。黑方跳马，红方他平车过来，黑方就守住河口啊，准备要上。红方这个棋的话，他先走兵五进一，黑方就不设。红方长车要吃炮，黑方上歪马看住。红方到这儿的话，暂时攻不动。那么他选择的招法是兵五进一强攻啊，这个棋的话应该说正常上马应该中间啊比较好。这送个兵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黑方一吃之后呀，他有一个上马，你再吃他上来把炮抓死，这样一个套路啊。那么这儿的话，这个棋黑的他卒五进一就憋住不让你过去，红方啊吃一个卒，那这个马跳过去暂时确实没用啊，黑方过了个卒，明显是占优了。那这儿的话，他架中炮啊，简单给你换，这马好不容易上去了，如果换掉的话，你就亏了。黑方这个马还活了，所以他用中炮去打，打掉以后，黑方是飞象。红方呢继续架中炮，这儿黑方选择招法是退车抓他一下，把对方赶走啊，避免他将来换双象啊，这个棋就可以杀底象了啊。实战他是跟了一步，红方补士之后呀，再杀底象。那这个象呀，它如果飞起来，退车再吃啊，落回来再吃，反正是跑不了。这儿红方决定啊，冲兵过去。黑方一吃啊，红方就小兵欺负马。黑方它有一个退车吃炮的棋，红方这儿的话就平开。那黑方这个棋啊，它就上马了。接下来红方呀，平兵啊，继续驱赶它。黑方这个时候它退车，希望呢围就赵，红方架起中炮。这个时候，就算你平卒给你吃掉，也是个换棋。黑方他不愿意换啊，就退回去。这样的话，这个棋啊，红方啊就只上不去，他决定就以退为进，找机会踩炮，利用对方。黑方平了一步啊，吃兵。红方这棋啊就先踩炮，黑方进炮锁住马，红方把这个兵先保住。黑方走的是炮分边，红方这个小兵啊只管下。黑方啊，他把兵给打了，红方继续冲啊，准备杀入就攻。黑方这个棋平卒要拱车，这时候啊，看你怎么走吧。如果你车四平五，他小卒冲你啊，因为炮打着车，所以这个棋啊，你要吃卒，那马就没了。你要长起来，他又拱你双，吃完之后一踩啊，这边还是要狮子。到这儿这个棋确实不好下，比方说你甩开吧，他吃掉你啊。叫杀可以飞象啊，甩过来可以落士，到底线去的话可以补士，这边你没棋啊，踩着双你还要丢子，所以这个棋非常痛苦啊。到这儿之后还有一个招法，就是先跳马一将，那么对方不吃也可以啊，吃掉的话也没事儿，你将军殿中车啊，杀象将这个棋要注意，不能出去的话平炮一将就杀了，这个棋要补士啊，平兵进来就吃掉他，抽车抽不到。你想，比方说退一步抽他，他进车啊，生根就可以了。所以现在这个踩着炮踩着马啊，多子一换，黑方就获胜了。所以到这儿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呀，车往中间垫啊，其实就是坐以待毙之势。那红方呀，直接就跳马将了。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棋啊，士掉啊是一个选择，是因为它车在中间，但现在车不在中间，你就士不掉，那你没得想就出。这样的话，他拱掉你啊。这是一个骗招，希望你去象啊，你一象之后炮给你一将，
到这儿你要走开啊，爹杀你。那你要芝士的话就不吃马了。他现在这个棋啊，可以吃卒，也可以呢调过来杀啊。那这儿的话正常你会砍掉啊，他会有一个平车啊。这个时候叫着杀把车吃了啊。当然黑方这个棋啊，他也不怕，你吃个车啊，他给你吃掉，就是多子纠缠啊。这个棋红方也不一定能讨到便宜，所以话到这儿啊，应该说没有车可能会苦一点吧。临场的话，他肯定不会上这个当啊。黑方决定就上去了。那红方这个棋啊，调车准备想偷袭。这时候黑方把马刚才吃掉啊，红方到这儿的话，选择招法是点将。上来之后呢，跳这个马踩车，黑方进车就吃马。红方到这儿的话，他退回，意思是有一个将军偷杀。黑方飞象啊，仙鹤伸腿挡住你，红方继续追杀，你不能吃，吃了杀棋。黑方有一个弃卒的好棋啊，这样你就没杀棋了。他现在要吃你的马，红方只好退回啊。黑方在这儿顺势打掉边兵啊，底下闷弓牵制。红方在这儿平炮一将，那黑方如果进去，以免拍死，所以黑方只能走车啊。红方这个棋啊，给他再一将，进去之后呀，平炮再一将。那这样的话，黑方直接点车啊，给你吃，底线杀棋，他只能电炮过来。那九五精英啊，就准备强行得子。这个时候，因为红方少子啊，即便你对车也是等着输，所以他选择招法是一将啊。到这儿的话，上马踩车，那这里再吃一个，连吃双子呀。现在他只好把这个卒先吃掉，找机会车马冷招。那这里的话，黑方就上马守住啊对方这个将军的必经之路。那如果说你车进一步吃马，他可以连环马啊。到这儿的话，这个棋你看着好像可以吃对方这个马，人家都不要了。吃完之后，黑方车一平八，先弃后取，底下闷弓啊，你来解救，他一将就吃掉你，或者说走得更狠一点，给你吃个炮，你还不得不吃啊，吃完进老将杀你，出来之后点一将，上来之后呀跳马一将，这里直接连杀了，所以套路非常深啊。那这儿红方也是没心情吃这个马，他选择的是车五退一，跟着炮，不让黑方闪击，将来把马向过运。这时候黑方不怕，他退一步。你要是走马，他把车踩了，红方车不好，先点一将啊，再跳马，黑方到这儿就进去了。红方上去一将啊，黑方就下去了。那么这个棋啊，再将啊，他这边就可以再出去，没有用。临场他走的是平车啊，想来一步点将啊偷杀。这时候黑方直接出去了，红方到这儿梦断紫禁城，少子不敌呀，只能认了。这盘棋啊，汪洋获胜。